堂，提早帮子北北庆生。那今天有许多的贵宾到来，首先介绍我们板桥农家杨长正家主任。介绍吧，谢谢啦。那还有吴树人北北的亲友。然后还有我们够多益表演团体，那还有我们在场的板桥农家，我们这其他十位百岁的农民伯伯，好，谢谢大家的参加。那我们欢迎植树人伯伯上台，祝福伯伯生日快乐。那我们现在致赠寿品，请家主任代表蔡总统致赠百岁人瑞寿品。哎，这个放这边，拍照，没关系，放这边就好。那个需要你检查的，院长，好。好，看前面哦，需要一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，放下。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再来请江主任代表行政院赖院长致赠百岁人瑞寿品。请拍照。好，再来致赠贺礼，请家主任致赠辅导会百岁人瑞贺礼金寿桃。来，哪边这个给你哦。先照相。好，请拍照。一二三，好，再来请家主任代表本家致赠百岁贺礼营养补充品两箱。这个儿子来带走。对，我们先拿一箱就好，因为太重了。好，请拍照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要帮北北祝寿，我们先请够多益表演团体。等一下，我们请够多益表演团体来说几句话替我们子北北祝寿。哎，我们的树人北北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岁岁年年天福天寿，明年我们都来为你表演好吗？那我们也要祝福我们这现场的所有大家都是身体平安、健康、快乐的每一天。那我天气渐渐冷了，我送一顶温暖的帽子，素人伯伯，谢谢。今天很开心，我们到这里来为我们的素人伯伯祝寿，沾素人伯伯的光，沾所有的，我们百岁以上的伯伯们，大家天天都开心、快乐、健康哦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够多益表演团体。够多益表演团体有这个荣幸，今天在这里参加，素人伯伯的百岁生日，那也祝福各位在场的每一位伯伯们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够多益表演团体。那我们接下来请伯伯的家属说几句话替伯伯祝寿。家主任，各位在场的长者，各位
嘉宾，大家好。我是植树人的儿子，很高兴，也祝福大家来这里，祝福我爸爸100岁的一个生日寿辰。那我在这里先祝福我爸爸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都像今日一样，也祝福大家也是年年都有像今天一样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、喜喜乐乐的过日子。然后更感谢板桥荣家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让我爸爸在这里能够享受很好的一个照顾。然后我们在家，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深感于我们家里深感于照顾，荣家开办以来照顾员设备尽量能够补足，所以呢，我们再制赠一点回馈的意思，希望补足照顾员的一些设备，能够照顾更多的一个荣家荣民北北。然后在此祝福大家健康快乐，然后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最后压轴，请我们家主任说几句话啊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先这个。好，我们谢谢植树人北北的家属，谢谢。最后压轴，我们请家主任说几句话，替子北北。今天的寿星已经快坐不住了，因为在抓头发，因为灯光太强了，我也满头大汗。子北北，各位我们12位的百岁人瑞，各位阿姨，各位北北，还有各位同仁，各位表演团体的志工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今天很高兴啊。前天那个承办人叫我拿这套衣服给我穿，我也穿第二次了。我感觉只是很热，古时候人很辛苦，但是我们这边有12位北北都是古时候的人，还有清朝以前的人啊，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。我只需要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到总统的贺评、院长的贺评、辅导会的那个叫做金寿桃，然后我们荣家的小礼物。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。这些百岁人瑞，我的观察结果，饮食清淡，清心寡欲，不跟人家吵架，不跟人争吵，每天快快乐乐的过，就可以活100岁。那今天小弟是沾光啊，站在这个12位百岁人瑞里面，你看我每一个跟他拍照，表示今天的福气都很好。那今天来参与的北北阿姨福气都会很好。最重要的，我要祝北北身体健康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这个比较重要，永远健康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是唱生日快乐歌跟切蛋糕，那我们请那个主任跟家属还有子北北，我们移驾到下方来。人员可以在往台上移动，我们从台上往下拍，往上面，对，往上面走。对，谢谢。没有几位北北，北北他是主角，我们要配合。要切蛋糕喽，你爸爸出来。好，我们来切蛋糕，还有唱生日快乐歌。还没有哦。我们先唱生日快乐歌哦，大家一起唱生日快乐歌，帮祝子北北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先吹蜡烛，站起来。
不要我们那个直先生帮子北北一起吹个蜡烛就好了。100岁生日哦，哦，吹蜡烛哦，哈、哦。来，帮忙把它吹掉，吹掉，帮忙。直先生帮忙就好。看那边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请那个赛场的造福员协助一下，等一下台下百岁的北北，请协助他们上台，要拍大合照。对，看到帽子捡起来。好，那请造福员协助一下，把我们现场百岁的北北请上台，一起再拍一张大合照。不用太大，一点点，因为他们等下吃饭，一半再一半就好了，就不用太多哈。谢谢。嗯，就借个一点就好。这个吗？对，有些不能太多，因为他们等下吃饭，可以帮我擦。再一张，还是说，还是我都会帮我爸爸用那个补。